影片结束的同时，也邀请现场所有嘉宾朋友们，将目光来到后方的大门口聚光灯处。邀请我们今天的第一队要进场的呢，是我们今天的幸福引领者伴郎以及伴娘，欢迎他们进场。今天呢，伴娘是我们新娘的妹妹哦，在今天对于姐姐来说这么重要。我们的伴娘作为一个幸福引领者来到这边，引领着他们迈向幸福，并且陪伴着他们迈向人生中以上一个最重要的里程。而接下来即将进场的呢，是我们今天新郎官的爸爸以及妈妈。现场朋友再次邀请你们将目光来到后方，欢迎胖哥的爸爸以及妈妈进场，欢迎他们。重要也是很特别的时光，对于他们来讲呢，也是一个身份毕业了。两个人从小呢用心呵护、用心栽培的宝贝儿子，终于在今天要跟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另外一半迈向人生下一个里程了。也再一次的恭喜爸爸以及妈妈。那现在呢，邀请现场的朋友张木瓜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大门口处，欢迎我们今天新娘的妈妈以及我们新郎官茂哥要进场喽，欢迎他们。后来的相识、相恋，并且相互许下终身的承诺。这一路呢，有经过欢笑，经历过泪水，并且两个人一起携手成长，一起往前迈进。而终于在今天，鲍格要迎接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主角了。主持人在这里呢，也想要问一下我们今天的男主角莫格，你准备好要迎接你的新娘了吗？准备好了。现场朋友有听到他声音吗？是，请问我们新郎官，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他准备好了，陪同他深情的目光来到后方，欢迎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主角新娘以及爸爸进场，欢迎他们。由他最亲爱的爸爸陪伴着他，牵引着他，引领着他，来到了这个神圣的时刻了。还记得从小到大呢，小时候像个小跟屁虫似的，总是喜欢围绕在爸妈以及妈妈身旁。没想到转眼间，我们女主角也长大了，也找到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另外一半。也准备好携手与这个人共度往后时光。而现在呢，在此时此刻，主持人也想要先邀请一下我们爸爸，请爸爸亲自牵起你宝贝女儿的手好吗？也由爸爸亲自的将新娘托付到茂哥的手中哦。也请爸爸以及妈妈放心，往后守护新娘的位置、守护新娘的责任，就会交由茂哥来继续下去了。那么现在呢，也先邀请爸爸以及妈妈，我们可以先放开两个人的手，并且请爸爸跟茂哥交换守护新娘的位置，好吗？同时也请爸爸妈妈，我们上前一步，抱抱我们今天的小两口。谢谢你们，谢谢。
非常的欣慰，也是给予最大最大的祝福了。儿童时间邀请现场所有家庭朋友们，可以再一次的将你们的目光回到我们今天的小两口身上喽。请各位再次将你们双手借给我好吗？想起你们祝福的掌声，陪伴着小两口迈向他们的幸福未来喽。再一次的欢迎他们。妈妈可以先行的起身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面，现场所有嘉宾朋友们，今天对于我们舞台上的一家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日子。那主持人在这边呢，要先邀请我们现场所有嘉宾朋友将你们的眼前的果汁杯以及红酒杯都斟满好吗？将眼前的果汁杯以及红酒杯都斟满之后，请大家杯子举起来，让我们舞台上一家人都可以清楚的看到哦。那待会呢，主持人这边会倒数3、2、1的时候，邀请现场的朋友跟你们身旁的好朋友轻轻的碰撞一下你们的酒杯，并且我们喊一声干杯，来祝福舞台上幸福的一家人喽。那现场的朋友，你们杯子都准备好了吗？好了。后面的准备好了吗？好了，好，准备喽，3、2、1，干杯！非常感谢今天有这么多好朋友们特别的远道而来，莅临这个会场当中，给予台上一家人满满的祝福。你们的祝福，他们也都有收到哦，真的非常的感谢现场所有的嘉宾朋友们。那在此刻呢，我要邀请我们舞台上的一家人，请各位呢先牵起我们彼此温暖的双手好吗？让我们用一鞠躬来谢谢今天所有朋友们的莅临哦，谢谢大家的祝福，谢谢你们的莅临，谢谢你们。这边我们要先邀请我们舞台上的爸爸跟妈妈，可以先移动你们的脚步回到位置上，稍作的休息一下咯。那同时呢，也邀请我们的小两口可以先幸福入席了。今天我们的主人家呢，准备了很多的美酒佳肴，要来好好的宴请在场所有的嘉宾朋友们，请大家尽量的吃，尽量的用，这次也是美酒。脚多脚多零散，然后那。